小伙伴们，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啊，2023新年礼盒啊，到的实在太慢了。我们小卖部啊，今天才到货。我呢给小阿同学啊整了一盒，走，现在让他去开一下啊。小阿同学，啊，2023新年礼盒终于到货了。哎呀，小伙伴们，这个新年礼盒我等的实在是太久了，你们也在评论区催我。今天啊，终于到了。据说啊，这个新年礼盒里面可以开出最稀有的是那张黄金无心赛博那张大头一圈卡，那张卡实在是太难开太帅了。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打开看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机会能开到？来拆开。哎，打开，打开。第一张。哇塞，这是一张什么卡？实力勋章卡，这张卡很厚的。啊？非常厚的。很厚吗？对，很厚。看一下，哇塞，还真的挺厚的。哇，这里是一个盾牌呀的东西啊。对。啊？新年版2023，哇，可以可以，这张卡咱们先放边上好吧？好的。来，我们先看一下下面有什么东西啊？嗯。哇塞！哇塞，这个是日历啊，日历，日历是吧？嗯，总共12月，那每一个月份它的奥特曼都不一样吗？来，我们拆开看看，好吧？嗯，来看一下，这几月？这个好，这个就是最好看的。这是什么？这是雷欧和那个二月的，啊，二月的，来往下来，三月也是赛罗的，这个呢，罗索的四月，那个赛是五月，对，这个是什么？下面是赛文是吧？赛文六月，哇，这个呢？三小队的，三人小队，还有这个赛罗，泰加的，特利加的，特利加，特利加，还有这个也是特利加，哦，这张好看，这个还可以，奥特之王的对吧？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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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也先放边上啊，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就这个，哦，就那个对吧？放卡片的地方，然后这个呢，星钻卡砖两个，两个星钻卡砖，哦，卡包在下面，然后这个呢，卡套有两包。卡套也有两包啊，这个是什么？下面的，下面的是红包啊。那其他没有了了，那我们就开这个卡包吧。来，拿出来。六包卡包。六个卡包。哇塞，不错哎！来，这礼盒拿走。咱们现在就来开这个卡包啊。好。现在来拆第一包。嗯，拆。来。第一张，这个是一张 LGR 的风马 LGR。我第一张 X 啊。看一下。哇。特利加的。可以哦，我这个可以，蛮好看的。你现在的 XR 都改变了嘛？可以。还有一张什么？欧布一圈，这个。好的好的，这些放边上啊。好，第二包。第二包。看一下这包。哎 ，HR 那个大头卡，这个里面总共有多少张？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嗯。来看一下第二包。我又一张 XR。又一张 XR。LG 啊，我一个特例的 XR 什么？哇哇，这个还可以的。泽塔。啊，泽塔。泽塔的，好，可以。好，先放边上啊。大头吗？不是啊，不是大头。来，先放边上。来第三包，来一张大头卡呀，大头卡，大头卡。嗯。LGR 维克特利。还有赛文二一。可以。还是也不是大头卡。先放边上，先放边上。来，最后三包。最后三包。哎，他这个大头卡有好多张的吧？除了无限赛罗，还有其他的吧？对。好，来吧，看一下这包啊，注意了啊，注意了。LGR 银河，KR， 哇塞，哇塞 ，KR， 我的天哪 ，KR 很难开的吧 ？KR 卡应该是跟四周年一样很难开的。好，可以。HR，HR 好，好，最后两包了啊。KR 很帅，这个字很难没人能打出来。KR 有没有德凯的 ？KR 德凯没有，应该也有吧？没有，没有，不可能吧？嗯，什么 ？HR，HR 又一张 XR， 又一张 XR， 又一张 XR， 来，你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哇，德凯强力 的哇，这张很帅的，哇是高哎，漂亮漂亮漂亮，太漂亮了，做工相当好，现在啊，嗯，好，放边上，最后一包就看他的了，最后一包，不会没有大头，不可能吧，大头卡应该是一盒里面肯定会出一张的吧，嗯，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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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又一张 XR 吗？没有 XR， 银河的，银河，一张泽塔红 GP。这什么？没有啊！哎呀，我去，没了！大头没有大头卡，没有大头卡呀！难受，我去，难受难受，太难受了！哎呀，好了好了，那今天也开出很多这个 XR 也不错了啊！嗯，可以收了吧。